愿得每一个子民大家都平安喜乐健康如意。所以呢，因此今天启动仪式的现场，我们就请到了我们的金甲战士，我们最敬重的观光天神来到现场了，我们是掌声欢迎。好，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金甲战士呢，引领我们的县长、议长以及现场的贵宾，为我们启动2023年的冬练南洋温泉季。当然了，还有各位县长，您看到了吗？面对我们舞台后方，看到了我们今年呢，灯饰的入口意象——孤挺花，是我们宜兰礁溪在地最美的花朵，在乡间小路四处可见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用这个意象，要启动我们的所有的礁溪美人汤的 disco party 幻觉 party 了。好，我们有请我们的宗旨议员、卢所长，我们所有的讲话贵宾。我刚刚呢，在我们记者会一开始介绍的所有的贵宾们，请您一起上台。好，我们卢所长、阿兰代表、王文新理事长。好，各位现场的长官贵宾，我们希望透过您福气的双手，为我们握住了所以这个我们的漂亮的红色彩带。议长，你们要再往后退一点点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这样的镜头才会美丽。好，透过大家福气的双手，为我们一起幸福启动2023冬练南洋温泉季，同时也启动汤围沟公园的所有的美丽的灯饰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幻想 party disco party 了，要正式和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一起来热情相见。现场的朋友们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来，我们台上的贵宾，请我们在热情倒数5、4、3、2、1的时候呢，请启动您福气的双手，为我们用力的拉扯您手上的红丝带，我们就要正式来和大家见面2023冬练南洋温泉季了。好，来，现场的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热情倒数，齐声呐喊，5、4、3、2、1。2023年12月1号到12月10号，冬练南洋温泉季，我们不见不散哦！冬练南洋温泉季，赞！好，因为我们今天有许多摄影机的镜头啊，因此呢，我们要用录影的方式呼唤口号，热情的邀请大家，来有请工作人员将我们所有今年一系列活动的手拿牌，交予我们所有现场的长官贵宾。12月1号集水感恩礼，12月2号有我们的温泉马拉松，那12月3号有我们的热情嘉年华大彩街，12月4号一直到12月10号呢，有我们的温泉美食旅展，好物好时好物 top ten。